备场跟医院医护人员就进驻到了台北田径场疫苗注射站，总共分成了早上下午两场，要完成各800位的民众来接种。预约的民众相当踊跃，而这 PBA.5 次世代疫苗效期会到明年，提供给12岁以上的民众来预约接种。水果要怎么吃？有人说如果